唱嘅新年歌，如果你哋今晚嘅倒數應該都會啊，都會聽到人唱噶啦。咁就依個介紹依個舞獅，超感動。唔係依個，依個係喇叭嘅啫。咁但係依個喇叭都好正，遲啲可以再同大家介紹啦。啊，事不宜遲。天台不太大，但是就 跟平時表演的舞台差不多大，即當然差，總之很方便，那就買吧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學業進步，過人教考試就記得，好，拜拜。